Hello， 各位兄弟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是老头，欢迎回来半精灵英雄啊！上一集呢，我们呢，成功的化解黑化啊，黑化的箱体之后呢，道具也收集完毕了。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进入就是算是 good ending 的一个条件哦，就是我们现在所要的这些道具全部都收集完毕之后呢，跟这些前几任的 boss 对完话之后。会拿到一样道具，那样道具呢是 good ending 的一个条件的道具，对，条件道具，我的恭喜啊！我想说，好像还有其他的，应该是没有了。就是这样，这三样东西拿去跟 boss 做一些交换的话呢，就会制作出一个破关的 good ending 道具啊。那道具长什么样子，其实我也不是很了解啊。啊，总而言之呢，再来就是呢，这个画廊钥匙呢，我们现在去先给它全开一下。啊，全开的话呢，可以拿到一个那个叫什么东西，可以拿到一个头饰，啊，这个头饰呢，据说是非常 OP 的啊，我们来试试看这个头饰可以干嘛。哦，你看连这胶也在这里，我天啊！好，我们先不要理它，我们先把我们的画廊全部打开，然后进去看一下，哇，不错哦，这个初稿设计不错，有妹子就给赞。我这个人很简单，有妹子就给赞，是不是？它分好多种版本哦。其实我觉得右下角这个金发的也不错，金发的也不错啦。好，好了，我们十扇门都打开了。接下来呢，只要跟我们的镇长讲话哦，就可以获得一个神奇道具啊，是什么呢？等下你们就知道了。这是什么？鱿鱼男爵，哟，你在这里啊？我以为你在那种战斗中把你消灭了呢。没有爆炸的画面，爆炸和全画面轰炸过一阵子就能恢复了，没什么大碍。那你看看这里，你有看过这个地方所有鱿鱼男爵粉丝画作的吗？所有鱿鱼男爵粉丝画作，这是风靡全球啊！老实说，拿去啊，海报哎，注入某人心血和灵魂在其中，呸，扔了。才不要！我会帮他找一个好归宿的。这个很健康，这个好像是某一个人某一个想要的吧？我要某那个僵尸妹妹的哥哥想要这个海报，对不对？我们等一下拿去给他好了。哦，这个送你，稍显俗气的服饰宝珠宝就当做你表现的谢礼吧。哦，魔法头饰。啊，这个魔法头是大有来头的，我告诉你。啊，我看一下，它是在哪里？啊，会在你体验源源不绝的魔法。啊，有了之后呢，魔力无限了，貌似是无限了。呀、魔力无限的头盔啊，基本上无敌了，非常好。好的，我们去看一下其他人。嗨，你好，我军火男爵，你在这里做什么？你说呢？我正在采购备用零件，除非我修好船舰并让它升空，不然我整支舰队搁在那里是浪费燃料啊！如果我有五块废金属啊，刚好我有，嘿嘿嘿，给你，小姑娘，你这家伙还不错嘛！我分享一个小秘密，不久前我和不知脑妹打了一架，她掉了这个给我，啊，利斯奇的吊坠，呜，我早就看那个看不爽那老妹盛气凌人的态度了。说不定那玩意可以帮助你气，挫挫他的锐气，你可别说出去哦。好，这些相关道具都是 good ending 用的，啊，最好拿给叔叔看，晚点再说。我们来看一下，啊，我们现在有多少钱？300多块，我们可以先来随便学一学好了。啊，没钱了，反正呢，我们现在就是需要一点收集，一点时间收集这些道具啊。啊，像这个也是科技男爵，你在这里做什么？啊，纯粹拖时间。我被指派到11小时的社区服务，也太久了吧？他们要我拆掉工厂，就为了新建讨厌的人鱼保护区啊！那是你自找的，早点回去工作就能早点完成，干脆利落。哇，11小时嘞！不要，我不要，我居然动一根手指，除非有人把我的晶片资料找回来。什么？我把它藏在工厂里了，所有的财务资料都在上面。找回来，给我找回来。好，找到啦，我本就拿到了，交给你。
这是我的，拿过来吧，好好好，那么我没有理由不给你一个与你这种唇骨相称的谢礼，靠北哦。好，袖扣，历史起的袖扣。好的，我们现在拿到第二样了。再来的话呢，我们要先去一趟，先去一趟那个堡垒。好，上来吧。可是我们应该是不会先去最后一关啦，我们要先去堡垒找一下那个僵尸妹妹的哥哥，把海报拿给他。好，这是最后一关。哎呦呀，丽思琪的藏身处，我们待会再去。嘿嘿，这么轻松。嗨，你好。喂，你手上有一张海报，给我看看。好哦，简直超乎了我的预期啊！这张好，我喜欢，拿去。啊，鱿鱼海报。好，所以说我们可以回去了。好，给你作为回报，丽思琪的扣鞋扣。为什么都是丽思琪的道具呢？怎么全部都那个女海盗的东西啊？我们应该收集完了吧？应该都 OK 了吧？是不是？我觉得应该都 OK 了。哇，无限屌！好了，我们现在应该可以去澡堂看一下好了。你怎么在这里？睡眠男爵，你在这里做什么？要跟那个低能男爵合作根本是不可能的，所以我正在重启灶炉啊，炉灶，我可不想沦为笑柄，我会靠沉默之魂来重建恐惧帝国的。我命令你去找10个沉默之魂，原来是给你的啊。要是失败了啊，我就占据美统镇啊，快点给你啦，闭嘴呀，沉默之魂。好了，看你要给我什么，丽思琪的头巾。各种丽思琪呢？这个东西啊，纯粹憎恨的饰品。好了，要给提示吗？啊，科技男爵工厂的人鱼瀑布会的了吧吧吧吧吧吧吧，不用了吧？这个我都知道了，抱歉，全部都知道了。好啦，我们现在应该都收集完毕了吧？我们现在身上一堆丽思琪道具，啊，全部都拿给叔叔。看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制作出来？那么你要正面迎战丽思琪不知，并尽早阻止他吗？还是你要寻找4个线索？叔叔，你看我找到的这些东西，鞋扣，给我看看吧。似乎沾满了锻铁石留下的灰渣，我会继续研究的，做得好。你要找到什么线索吗？袖扣。给我看看，是污渍，是绝缘橡胶管经常使用的密封胶。再来，吊坠。好，最后一个头巾，硫磺味。这是我找到的全部的叔叔，好极了，有了这4条线索，我们应该就可以破解他的计划了。等我一下，关键在于他去哪里了，和他在找的什么材料。广泛散布需要的，不对，不是那样，可增强逆流的东西。不，他不会知道仓鼠轮。屁话一堆，这就是答案。什么答案？魔法偏正器。这是什么？那是魔法偏正器。有了那样东西，你就能抵消逆行过程，并改变魔法逆流向，像避雷针那样。如果那群海盗试图转换你的魔法，你可以马上再转换回来。酷哦，真的能起作用吗？不晓得，但总比没有好。行啦，没问题的，让他的屁股踹飞吧。好，我们做个了结了。好，我们有这样东西就可以变成 good ending 了。如果是 bad ending 的话会怎样？我不清楚啊。这个可能可以是各位可以上网去看一下。好，Banding 到底长什么样子？总而言之呢，
我们这次做完 good ending 就好了。bad ending 呢，我不想过，因为麻烦要重来一次，就这么的简单，走吧。来吧，好远哦，藏身处。噔噔噔，噔噔噔，是的，嘟嘟嘟嘟嘟，就是这里了。利斯奇不知把发电机藏在附近的某个地方。最后提醒你，你是你。如果敌人成功把精灵国度转化成邪恶的话，你就必须消灭我们和我们的魔法。如有半点迟疑，你的世界将会永陷入黑暗。我明白，我相信我的朋友们说的，我不会再把自己的另一半人类看扁了。美统镇的大家，三金大陆，这个精灵国度都指望我了。我会不惜一切代价阻止利斯奇的。啊，好 ，Let's go。Transform 是怎样？哦，潜水喽，走吧。嗯？怎么变得横向卷轴？横向卷轴射击游戏了？哎呀，酷哦！嘟嘟嘟嘟嘟嘟嘟。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 BGM 给我一个有点像是《仙境传说》的那种感觉啊！哦，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玩过这游戏？它是线上游戏啊 ，BGM 有点像。哇，我们来招募我们的小伙伴，越来越强的小伙伴啊！被炸了。我们现在小伙伴好多好多，我不再是孤单的一个人了。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哇哇哇哇，差点挂！这种东西新啊，这是他们的士兵在水里啊，笑死！基本上啊，硬 A 是不会死掉的。我们还有这个爱心，爱心可以是补血，补超多。其实按的手有点酸，有酸到。结束，呀、yeah ！哇，这边就这么轻轻松松、轻描淡写带过了。然后来到这里是哪里啊？感觉大本营了哦。这边应该就没有什么特殊道具要拿的吧？都已经是最终章了。哎、欸，原来可以这样搞哦。寂寞酷，哎、欸欸，这什么东西？这是什么阔鱼吗？可是它四只脚好像是蜥蜴的感觉，感觉它是蜥蜴。这个应该要用这个飞吧？哇！干嘛？有气无力的变身？哎、欸，三小，我才刚跳过去而已。要重走了 ，Oh my god！
不过还好一路上敌人不会重复啊，还可以接受。刚太大意了。呀、yeah! ！直接这样飞就好了。不是不是，这个用鸟儿，没差没差。哇，等一下，这个有点不太行。嗯，好，上来了。哦，到这边。感觉这里的话要用鸟。哇，可以这样连发哦，这么厉害！哎、欸，差点啊，要死我！等一下，这怎么过？直接绕上面行吗？感觉这个有点酷哦。好，飞上面，果然飞上面是对的。来来来，单挑啊！薄了。其实我们可以开无敌泡泡嘛，反正我都已经无敌状态了，有怕吗？没在怕的啊。而且我的魔力也是无限的，我那个魔法头饰。啊，太棒了，可以无限开。不，哎呦，哎呦，哎呦，夸张夸张。我最好还是小心一点好了。呵呵，变身不能使用无敌。哎呦呦，尴尬的那个。啊！哇哇哇哇！大哥，这个怎么过？完了完了完了！不行啊！哈哈，我还是要变。算了，自杀好了，没差。这边要用鸟人啊，光前面就卡了。哦，哎呦，哎呦，这个，哎哎哎哎，等等等等等等，哎呦呀，过来过来过来 ，nice， 我觉得用鸟人比较安全，因为这样就不用重飞了啊，一次过，啊 ，I hate you， 重飞。不会，可行的，相信自己，相信自己，相信自己。来，这杯你过得了。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呜呜呜，休息休息，来。这不是给人玩的，你确定？这边应该要用猴子了。确定是这样玩的吗？我冲啊！耶，果然，好用好用。走了。哦，还行还行，哈哈哈，不行不行，哈哈哈，最起码过我前面了，我可以接受。
可恶，一定要过。哎呦，好险啊！大大不行啊，这样子不优啊！哦，这个大概知道怎么过了，这边有点稍难，不过到还能够接受的地步就对了。过喽 ，so easy， 哈哈哈哈！哎呀 ，boss 了，是不是 boss 战了？果然，听这个声音就知道了，看来是尽头了，我肯定快到了。哦哟，直接补满血，当然要储存啊。Go， 利斯奇，站住，利斯奇，真准时啊！我早就料到像你这样致命清高的家伙可能会找到逆转黑暗魔法的方法，但我向你保证，这个过程已经不可以逆转了。发电机在哪？嗯哼，你很快就会看到了，它正在我捣鼓鬼的细心照料下。我的罗罗们为了解放发电机的全部潜能，正在昼夜不停的赶工呢。他将超乎你那目光短浅的叔叔的想象。哦，是啊，这么厉害啊！但在他们完工之前，我不会让你来碍事的啊！要对打了是吧？来啊！噔噔噔噔！七海女王，七海女王。七海女王。哇，连续三下是怎样？过分哦！他只会跳而已吗？哦，才刚讲而已，不一样了，开始会别招了，这样。喂，欸，照你的小兵说有什么用？浪费时间啊！哇，血超厚！手很酸，你知道吗？呜呼！这血800万滴哦！这血800万滴耶！天哪！哦，终于！为什么他们死掉到爆炸？又不是机器做的，哼，有点太牵强了。爆炸特效，打败你了！快把机器交出来！到此为止了，利斯奇不知，放弃吧！哈，你已经来不及了。好，他成功制造出来了吗？
现在我来介绍啊，为了给你介绍一下我的计划的最终阶段。哎呦，唱不上去了、哦。哎，这是什么？看呐、啊、What is it? 新改良的发电机。哎呦，有眼睛的发电机。你对他做了什么？我的捣鼓鬼已经彻底增强了他的潜能，我的胜利时刻到了，看着吧，看我把你宝贝的精灵国度搞得天翻地覆！啊哈哈哈，跑走了。他要去打开通往精灵国度的大门了，趁现在还来得及，我得摧毁发电机啊！捣鼓之脑，灭绝发电机，好，很可以。要怎么打、啊？这要怎么打嘞？嗯？我看攻略好像是要用老鼠，增加这个跑步这个扭转的速度吗？啊，我知道了，转快一点。转快一点，让他另外一个效能，就是螺丝头的效能，撑不住啦。所以我们要老鼠跑。啊，你看，你一直越跑越快，他的这个另外一边的螺丝那个电力有没有负荷不了？啊，然后这就会打开了。哦，我懂了，我懂了。再一个，再一个。有了，全部连上了。嗯，啊，爆了吗？啊，有。好，现在换另外一边。哎，简简单单，而且很好笑的是，你往右边跑，它真的会转回来，它会转回来。啊，另外一只眼睛受伤了，太慢啦！可恶！知道怎么打，其实也没有很难呐、啊。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不要，气死了！我来了。有，嫩，呜呼呜呼，就都没再用这一招，靠爆他了，我把发电机弄爆了，结束了吗？轻而易举。哒哒哒哒，哦，好险！我及时停止了发电机，精灵国度安全了。什么东西？那个声音？你勇敢地战斗了，完成了众多任务。精灵国度，精灵之王出现了。精灵之女，是你？你又一次地冒险，冒着生命危险为正义而战，帮助他人。我们永远感激您的善良和忠诚。哇，这就是精灵女王啊，这么酷！哦，仅代表整个精灵国度，我们打从心底的感谢你。不会吧，这是精灵国度吗？哦，不幸的是，啊，我们的魔法被腐化了，真的假的？来不及了吗？来不及了吗？已经开始了。为了确保和平，请你做你该做的。该不会要把他们干掉吧？干，果然！啊哈哈哈！终于完成了魔法国度的核心。Will be mine. Will be mine. 现在听命于我，臣服于你们的绝对统治者吧。哇！被腐化了！被腐化了！这些精灵被腐化了！哇，每个都变黑暗了呢。What's happening?
No， 成功了！精灵的力量是我的啦，世界将会拜倒在我的裙下，我的脚下，呵呵，好邪恶啊！好，跑走了，可恶！我别无选择了，在利斯奇夺取他们的力量前，我不得不这么做。我得不惜一切代价摧毁精灵国度。他怎么打？可以开无敌再打吗？也可以耶！哇，无敌状态，碎！我可以站得不动了，太好了，太好了！所以说我知道怎么打。我现在基本上是开外挂过了，有没有？作者给的，不是我自己开的哦。嗯？知道怎么打？打不破啊！嗯？怎么打、啊？哎、欸，忘记变回来了，抱歉。知道怎么打、啊、？Hello？ 哦、oh ，他们会消失哦。哦、oh ，这个可以把他们消灭掉，然后变成一颗光球。哦、oh ，它中间那颗核心要利用这个空档去把它灭掉哦。哦，这感觉好像是用他们生命在造成伤害的呢，用他们的生命来做伤害，有没有？可惜刚刚被挡住了。哦，那边有一只，那边有一只没有防护罩的，给我。有，这算中了吗？有啦。有啦，原来是这样打、啊，完了越转越快了。妈的，可恶，被挡下来了。噔噔噔噔，快点！空档这么大不打吗？现在才打十滴，有点少。哟，碎啦，抓得够准了吧？有没有很厉害啊？是不是很强啊？就是现在，嘿，我完全不用顾虑他们的伤害攻击，超好用。这个魔法头饰实在太作弊了。太作弊了！我要开无敌再加魔法头饰，根本不耗魔能啊，就可以这样子一直无敌到底啊！还不死啊？这血真厚啊！哎，可恶啊！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哎，差点，这一发送你的。哎呀，气到了，太早了，有点难抓、啊，他的速度忽快忽慢哎、欸。就是现在，噔噔噔噔。来哟、哦，来哟、哦，呼呼，中标！啊，气到了没有？可恶！哎、欸，怎么没打到？解决了！哈哈哈！我赢啦！砰！利斯奇，你的计划毁了！蠢货，该死的，多管闲事的小矮子，全被你搞砸了！我完美的计划，就差一点就能得到一切了。我现在，哦，但现在我会好好的送你下地狱。你刚打输我，哎，你还记得吗？
你要怎么笑？你要怎么送我下地狱？啊，就直接跑走而已。那，哇，我要离开这里啊！爆炸了，爆炸了！哎，仓鼠哥，僵尸仓鼠，还要把它拿回来啊！抓紧了，我们要离开这里，快！哇，僵尸仓鼠超屌的，生命力超强。基本上那些僵尸是死不了的啦，所以说就算怎么样也不会死亡。好，要开始磨屁股了，磨屁股游戏。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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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变成齿轮了，本来是酒桶，现在变齿轮了。喂，哎呦！这个很可以欸，作弊。欸，现在没有显示血量欸。哎呦，好险好险。啊，岩浆要来啦，快点哦。哎呀，外屁股。哎呀，外屁股。到底能不能跳啊这个。哦呦喂，哎呦喂。冰罩哦！噔噔噔噔！好，再来一次！还有多长？好，结束了！爆了这个！砰！喂！逃出升天，过了，结局了。我们成功了，这是千钧一发，好险！谢谢大家啊，谢谢你来载我天天，总得有人看着你嘛。看来闪金大陆又再次摆脱了邪恶的魔爪啊！对啊，多亏了我们半精灵英雄。嘿嘿，没有你们我根本做不到。请等一下，镇长。那个美统镇已经修复的差不多了，而且守护精灵的位置仍开放着。镇长，你是有什么想拜托箱体的吗？好吧，我想不到有谁比你更有资格了。阿志也想开除我啊？抓！你会回来吗？不会，我从没离开过。呼。还以为我得穿上那一件小红衣到处跳舞呢，谁要看你穿小红衣跳舞啊？看来我不用这么做了，你是不是很想这么做啊？总之，大家向美统镇的新守护者守护精灵问好吧，耶！可恶，你这个镇长，啊，风往哪边吹哪边倒啊！我认为他做了一个明智的选择，孩子们，叔叔是您啊。谢天谢地，你安然无恙地逃了出来。看到火山爆发时，我担心死了，以为你要失去你了呢。我没事，多亏了你们，闪金大陆也安全了。是啊，这次我帮了不少忙，你确定？感觉像个英雄了吗？我打开那间道场，开始训练下一批的英雄们。梦想就是要大。嗯，感觉没做什么事情。我也要走了，我的兄弟艾伯纳和阿波。啊，他们正考虑翻修北方的那座古城，我要过去帮他们。但结束之后，我会找个僵尸车队去旅行一阵子。哇，这么酷啊！我很想念我的旅行车，也想多看看这个世界。还有，你应该跟我一起去僵尸公路旅行吗？当然去吗？哈哈，让我考虑一下。好好照顾肚脐哦。啊，现在都要分道扬镳嘞。啊，阿波的仓鼠啦。哦。阿波的仓鼠在我这里，我也该走了，要去喂板仔了，给他清理干净。你还没告诉我他是怎么变那么大的，秘密是什么？欸，对啊，他还没有讲，欸，是特殊的食物，给鸟吃的，盐味焦糖，板仔爱不释口呢。啊，盐味焦糖不是早期的任务就有在讲了吗？啊哈，原来如此。我想会让他自由一段时间，好让他陪他的家人。你说那个板仔啊，
据我对板仔了解，他不会离开太久的，他爱死你了呢，我也爱死他了呢。好，现在就闲话家常就对了。啊，剩下鼠鼠了。鼠鼠的手好大哦，而且我发现鼠鼠的好像有六根手指头。哎呀呀，你这是经历了一场大冒险啊！关于发电机的事，我很抱歉，叔叔。步步没关系的，倒是你还好吗？到底发生了什么事？那里，利斯奇用发电机把精灵国度从善良变成了邪恶。在短短的时间内，我真的到在那里和精灵们在精灵国度里，那是我一直梦寐以求的事。但为了阻止利斯奇，我不得不他们全都不在了。对不起。我知道你只是完成他人所托之事，你是迫不得已的，明白吗？我相信你的母亲会为你感到骄傲的。我们全都为他感到骄傲。什么？是谁？哦，没死，没死，我还活着呢。他无私奉献自己，把他人需要摆在第一位。这么说，精灵国度安全的？是的，透过进化我们的魔法，使其转为对抗机器，你救了我们所有人。哇哦，叔叔，我想你的偏振器起了作用了。哦，这就是 good ending 啊！如果没有偏振器的话，可能是他们真的就挂了。然后不太会影响太大的结局啊，就是他不会出现的，就这样子。哈哈，是啊，那我的妈妈呢？她没事吧？你的母亲在精灵国度安然无恙，她竭尽全力地去保护你的世界。他和其他精灵们必须留在精灵国度，在这里，他和们合力才能阻止那些试图闯入你的世界的饥饿之徒。这就是为什么他在很久以前不得不离开的原因，连同其他精灵们，是为了保护我们吗？是的，所以你才能安全的环境和叔叔照顾下长大。他很想让你知道这一点，但只能等你成长到足以理解这份牺牲的意义时才告诉你。我理解。他还想让你知道你从不孤单，他将一种特殊魔法放在了你的心中。啊，特殊魔法，真的吗？你的家人并不如你想象的那般遥远，得知他一直在你身边，你可以安心了。还有，他非常爱你。好了，我必须回精灵国度了。好哦，再见。如果你见到我妈妈，请告诉她，我理解她为我们所做的一切，还有我也爱她。好了，我会转告她的。祝你好运，你也是，走吧，叔叔。我们要去哪？当然是去庆祝啊！另外，给你找个新的不危险的嗜好。啊，这倒提醒了我，我最近挖到了一个叫做自行车的载具设计图。下一次啊，半精灵英雄自行车之旅哦，要开始找零件了。我接下来计划就是要给你做一辆。哇，叔叔真好，叔叔你怎么这么好啊，叔叔？好吧，哎、欸，叔叔，等等我哦。后会有期，精灵之女，再会。Ending 了，结束了这一切。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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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这游戏说长不长不短啊，啊，说长不长，说短不短，还不错。啊，你看这个正体中文模组就是靠杯做出来的，好好叫靠杯，抱歉。我可以按掉，冲啊！第一局跟跑马灯一样，全速冲刺。哒哒哒！我们看一下破关之后拿到什么彩蛋。之后还有 DLC 啊，全中剧呀。哦，游戏时间5小时46分。哎、欸，为什么收藏库93？哪里搞？解锁了一张秘密画廊图像。哎呦，秘密画廊图像。哎、欸，不对啊，为什么93？难道说我英雄模式也要过一轮？我看一下，为什么？是怎样？在主要变身能力解锁的情况下重新冒险？以半精灵英雄相提进行本传故事，这 DLC 硬派模式，专为渴望复古风挑战啊，这是硬派模式最难的难度就对了。然后英雄模式这个不知道什么，
是能力都还在的情况下进行冒险哦。啊，那岁月过很快啊。那这93是怎么回事啊？我们少了些什么？然后我们进去看一下，我们看一下那个画廊，隐藏画廊到底在哪里？哎，这样怎么不能回去了？我们可以这样飞回去吗？不对，这个记录档是在这里啊。不对，不对。所以说，我们可以执行二周目。二周目是这一个吧？这应该是直接存英雄模式这边啊。哦，这些变身，这些变身都还在啦，但是所有能力都要重学了，东西都没了，然后画廊也像也没开，这都没开，全部都重来了，哭哭哦，啊，隐藏画廊在哪里？啊，算了，不管了 ，OK， 好吧，那这个游戏呢，基本上就这样结束了，啊，那不知道为什么我们93%没有100%完成度，我觉得很奇怪，到底少什么？啊，那我们今天影片到这里啦！啊，感谢各位啊，长久以来这个半精灵英雄的这个连载的关爱哈。那这个连载结束啦，感谢各位收看。如果喜欢影片呢，左下角有个订阅，右下角有个喜欢，欢迎下方留言。我是老头，我们下一次啊，实况游戏再见了，拜拜。